开过窖就算了吧，开过窖不是很好用，我感觉。前方有人，有一个，nice 啊！还在找呢，还在找，他还在找。第一刀和第二刀，第二刀不就来了吗，哥们？来这边，这边是有人的。这里刚才最开始是有一个塞尔沃德，如果没看花的话。塞尔沃德小朋友，摸好了，他拿的工具箱摸好了，别人给他摸的。完了，天灾炸这台的，没炸吗？那还行。哎呦，被发现了。你好哎，怎么没有心跳呢？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他没有心跳？我又看不见他就过来了，难道说他有弓箭？你猜猜呢？是躲了个人吧？这个电机，吃我180。画不了天灾，哎呦，给我转飞了，鼠标都飞出去了吧。甩了一个尾巴，给我原地转了不知道多少个圈儿。妈呀，这么快吗？摸一下，真快吧。Hello， 橡皮泥，一半一个橡皮泥。哦哟，还修机啊！看来他们有他们想要修的尊严机啊。我们想开机子。尊严机，嘿，不给你拜个年！我操，极限定性王，我靠，被他扭了这一下。
来吧，天灾吞噬希望。封炎机开不了，天灾炸能开吗？哎，他们会害怕我有别的烧东西，怕我折磨路径。啊哈、啊！玩帅的，他怎么？他妈不一定知道我是，他不一定是钢筋啊！玩个帅的，玩毛线！不一定是钢筋的呀，我反个180没反到，看，可惜可惜。我还想修，还想修，修不了的。抬都修不开呀，摆了吗？我就一个小鼻屎直接给你弹飞。Huh.